我是阿世奇，老板娘和主人正在收拾行李，要去海边度假。老板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几层。你们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带你们去。你就带我们一路吧。看来姐们跟着一起去，必须得想个办法。这个箱子有带吗？对不住了，我先走一步，等我回来再给你们分享有多么的刺激。跟着沃尔沃新选路线出发，点击还能手机一键导航到车机呢。有了沃尔沃 XC60 的自适应底盘和空气悬挂系统，老板娘开起来也太稳了。这一路的舒适，以至于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从未见过大海的我，忍不住也跟着一起嗨了起来。我怎么知道箱子不是你的吗？不是我的，赶紧走啊！一路上我们打卡了田仔地质公园、海泉湾三重崖灯塔，跟着沃尔沃也赶路去感受路，累了就在车上休息，感受北欧的纯净空气。这一趟勿枉此行。不仅如此，我们还一起出海捕了鱼。帮我加固一下，谢谢。喂，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是时候回家了，好歹也让我感受一下由瑞典皇家医学院联合打造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吧。不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